妈妈们带小孩有的时候经验是第一次的话，可能就会出一些状况，然后小孩就会受苦。可是，是不是你们做妈妈的时候觉得拿小孩的头去撞墙，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我们真的没有要这样做，可是有时候真的距离很难抓，所以有时候只是，比方说你先生叫你一声，你一转身，他的头就会撞到墙，或者是比如说他已经是睡着了，你就这样要把他抱进那个房间，然后你可能看着他的睡脸，觉得很幸福，然后就往前走，就门框在这里就对了。然后或者是小孩一哭，想说啊，妈妈赶快泡奶给你喝，然后你就这样泡，就说啊，赶快，然后他就这样啊，结果自己试发现根本就是很烫，可是真的小孩一哭，你有时候会乱了阵脚。所以今天这一集呢，等到我们播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逮捕，因为今天要让妈妈们带小朋友们去过门，会不会撞到门框？欢迎五位明星哈，你们好，欢迎。这五位明星呢，他们之前来上康熙的时候，有的都还是刚新快要结婚或者是新婚的时候，曾几何时就都已经带着 baby 来上节目了。然后目前呢，妈妈们都抱着他们的宝贝在膝盖上，可是。等一下，我们第一个测试就是他们几位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朋友留在椅子上，然后离开这个座椅，然后小朋友能够控制好不哭吗？可是今天熊爸有在现场吗？感觉并不是宠物系列，感觉很需要熊爸在现场。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年龄哦，小咪，你的这位是小秘密，小秘密，他现在1岁4个月。一岁四个月的进度的意思是说他会走了没？他会走。然后发音会讲一些简单的叠字，水水。然后他如果会痛，他会说好痛好痛。然后给他喂食物太烫，他会说好烫好烫。所以听起来他就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对。S，你有办法跟这位小秘密讲一个对话吗？小秘密，你好可爱哦。谁最漂亮？漂亮在哪里？小秘密，你们最漂亮。谁最漂亮？小秘密，哎，小汤圆发言了。小秘密，巧虎嘞，漂亮在哪里？你漂亮。不好意思，我是在跟他聊天。到你怪了，隔壁来宾先讲话了。小秘密，漂亮在哪里？漂亮在哪里？漂亮在哪里？爸爸，爸爸漂亮，他有发音了。爸爸，爸爸，爸爸在哪？哎，小秘密，巧虎跳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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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恭喜。心情是吗？别人的孩子会比较难操控。好，然后9M的这位叫做小汤圆，他的年龄是？他再两个月就2岁。妈咪，他看到电视节吗？对，妈咪，他感觉好像比较可以聊天呢。哎，不一定要看他心情。小汤圆，阿姨喜不喜欢巧虎？你喜不喜欢？阿姨，巧虎在哪里？我发现跟你对话那个人都不讲话，旁边那个。他不知道不要打岔别人吗？他的感应装置可能是要测到45度的时候才能够收到。小汤圆，阿姨，阿姨在跟你讲。小汤圆，巧虎在哪里？巧虎，巧虎嘞？喜不喜欢巧虎？喜不喜欢？巧虎，巧虎呢？成功了，成功了，他有发音就成功了。阿姨漂不漂亮？漂不漂亮？漂不漂亮？要将就要淹了吗？将就淹了吗？将就。Ivy 这位，徐熙，你能够问出他名字吗？小朋友，小朋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屁股。阿迪古，阿迪古，哦，你好帅哦。Thank you。你们跟阿姨握手。啊，Hello。阿姨漂不漂亮？撞胸一下，撞胸。不用，不用，不用。抽烟就好。我知道，你接头路线。OK， 我觉得你接下来会遇到难关呢，因为妹的那一位好像没有要理任何人的样子。我觉得他的面相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像你喜欢的那个日本画家画的娃娃。奈良美智的娃娃哈，就是心情不好的。对，是。妹，她是常常心情不好吗？不是，是因为有那个汗点在，所以她头不敢转过去，所以她现在眼神是在避汗点。对，你看。我们也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叫美女的意思就是，哎，她真的闭得很彻底耶。所以如果汉典绕到那边去，她会把头转过来。对，会。好好，你要去那边。Hello， 你好，你要不要吃饼干？你要不要吃饼干啊？好，赶快转，赶快转，赶快转。
可以仿，可以仿。他真的很害怕哎，可以仿，可以仿。你离开他，不要，不要烦他了，他心情不好。妈咪把叔叔打走了。好了，没有。学妹，她叫什么名字？她叫布鲁。布鲁，布鲁，你跟阿姨害。阿姨把这个怪物叫他走开，好不好？好不好？怪物走开，走开啊，走开了，我不见了。有没有好高兴？怪物，你等一下，如果。如果小孩子拨你，就往前翻滚，他会不会高兴？有可能的，有机会，有机会。试试看。米姑，你看，咕噜，你看怪物被阿姨击败喽！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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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哎呀！他还是很害怕哎！不行，太靠近他了，不行啊！他很害怕，他是勉强鼓掌的。对。哦，好辛苦哦！好了，掉了，不好意思。他这一生都看过最可怕的东西吗？对，他原本录影都会可以很开心，你要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聊天。可是他刚才一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就变成这样子。可是你今天不算很可怕哎，因为我的脚，他的脚，对，应该是脚。你把鞋这个脱掉，小朋友会怕。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脱掉哈！你看，脚脚不见了。脚脚不见了，这不是假的哈，这个不见了哈，不见了。你看，现在很健康，你看耶。真的耶，对，所以他是怕脚哎。跟叔叔嗨，嗨，米饭，耶，成功了，耶，你那个脚真的吓到对啦，小朋友不懂那个脚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这一集要穿怪物的脚啦？对啊，那个是想说，因为我是巨婴嘛，所以脚要大一点，这好看。所以他们只是上一集节目，却需要遭受这种心理的煎熬。我知道啊。你有看他女儿表情？因为布鲁好像恢复不了哎。他这边还是很僵硬哎，他的下巴。他刚才是整个嘴巴歪到一个离奇哎，吓死了。他现在慢慢他好了，他已经好了。你现在喂他吃东西，我们现在有饼干。吓死了，加油加油。好 ，Hello， 你好。给你吃饼干好不好？我不是怪物哦。吃饼干。我也不是妖怪。可以。要跟叔叔谢谢。鞠躬。不客气。鞠躬。我们一样。他表情还是很僵硬，为什么啊？感觉他下颚好像想咬你。对。所以妹，他很坚强哎，他是在勉强社交，对不对？他从他婴儿时期，他要哭的时候，他都会憋住，然后忍到他真的身体的那个已经受不了，他才会放声大哭。是因为大人有恐吓他不准哭吗？没有哎，他就还蛮独立的。严丽婷这位，哇，表情好有趣，很开心啊，来了，可爱啊，头发好黑哦。S 姐终于相信了吧？上次那个胎毛笔。头发超多，对，还可以做腮红刷，就是我们说感觉是已经是上幼稚园大班的这一位，他其实多大？本人有比较小吧，本人比较小，昨天满六个月。抱他会不会大哭？不会，他谁都可以。我会发现小孩，你不能说阿姨抱不抱什么这一类，就是直接抱。对对对对，好轻哦！真的吗？真的吗？对呀。那你30秒后再回答我，他轻不轻？很轻啊！他没有在看你。小朋友，好娇啊！会撒娇哎，他现在好白，白啊，对不对？哎，他完全没有怕生吗？对啊，你其实会做了，对不对？他很开心，他好像是人人好，人人好。所以你刚才说不要先问说阿姨可以抱，对，直接就抱，因为通常说阿姨抱，他就会观察你的表情就开始哭了。然后就若无其事的假装他是你的孩子。对啊，你看啊，笑得多开心，你看看。很可爱，真的不怕生哎。我刚任何小孩都是这样子的。什么样子？你就是二话。你有办法挑战那个？就是二话不说把他抱起来，然后就装没事，就是好像是我女儿。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妈妈，哎，好乖，你就是我女儿。啊，小五在哪里？小五在哪里？是因为他小秘密哭就把他搞哭了吗 ？OK， 也许我的理论就是对的。这五位妈咪是没有办法把小朋友放在椅子上走掉哎。可以啊。你？我可以。你那位看起来不行哎。不会啊。你要试试看吗？我可以试。你不用走很远，你只要走到牙刷那边就。哎，小帅哥。他手会插在口袋，对，真的蛮有，他好像会走台步的感觉。他看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样子。嗯，他很开心。他平常是
对，他平常就是很。你可以自由活动啊，你可以走，没关系。还是你要来这边也可以、啊。来去找、啊、去找谁 ？Uncle 还是阿弟？他鄙视你，他鄙视你，你有看到？在干嘛？他就把妹了。啊，真的是把妹了。所以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吗？他跟那个小姐？我就刚刚来推荐。小汤圆要去哪里？要去哪边？你要去哪里？你要来这边走走吗？其实小朋友集体走路也蛮像在拍阴湿路的。所以如果把妹放下，他们会走来走去吗？你看，他不会。所以他会站在原地，他就会一直坐着。你要不要下去？他会整集都坐着去找找他。为什么我觉得你女儿感觉好像是在忍住某种情绪？没有啊，他知道他就是在工作，所以是他们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其他小朋友影响。快点，不要再闹他了。没有，我在学婴儿，我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如果就是说婴儿，如果小朋友坐在汗点的背上，他们会笑吗？他大哭吧。是坐骑马吗？要不要骑马？好，坐好啊。要不要骑这个马？好，坐好啊。脚架打开，你看不要哦，腿夹紧，腿夹紧，成功。